消防旗。是。现在我们的这个主编呢，剩下三个。三个。当红炸子鸡，蝴蝶 number one。锁住了时间，三选一，剩下三个，选一个。啊，当红炸子鸡是讲什么呢？当红炸子鸡，我觉得不要，因为你们唱歌的，我怕喉咙太热哈，会影响声音啦。对。然后接下来就是锁住的时间，那可能是一些老歌，因为到现在它流传很久，都在时间里面打转，所以可能是一些老歌。对，那这可能会比较有机会可以唱到一点点。好了，那就选择。锁住了时间，消防旗选择锁住了时间。第一首，1997年古巨基的《忘了时间的钟》啊，惨了。1999年徐美静《铁窗》，忘了时间的钟，滴滴答答啵啵。哎，怎么样？你要古巨基还是徐美静？哎，很好，你知道为什么要取那个名字吗？因为他那个古巨基的爸爸妈妈两个人就是古巨古巨古巨基古巨古巨古巨基，哎，所以他们就第一个孩子取名古巨基了，好不好笑啊？很冷啊，哎，来开门把他送出去，没礼貌，不给面子，真是。哎，来选一个，真的不都不太会唱，糟糕。没关系，忘了时间的钟，对，试看看吧，我也不晓得。OK， 古巨基忘了时间的钟。这个歌我会努力唱，来大家帮忙了，我们帮你，我们帮你。还有谁要如果，还有谁要结果，难道要再爱我？还有什么没说，还有什么没做，脑袋一片空。我的潇洒告诉我，没关系，我们来看看上一句歌词是什么。你曾经多爱我，你曾经多爱我，你还记得否？你还记得否？对，我们的歌词一共有17个字，哇！所以你现在到底懂不懂得我们这个正确的歌词？真的不懂。好，没关系，所以你就要用我们的资源了，对不对？对，我们有二人帮。一送一，还有三提示，三提示，三提示。第一个，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会说离开我？第二，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第三，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得离开我？第一个歌词是又会说离开我，第二个歌词是又说要离开我，第三个歌词是又说得离开我。好，如果你要的话，你还有二人帮，不要用二人帮。那你要用的是二三二。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17个字。为什么突然间那么有信心？因为之前你对这首歌一点都不熟。 Why？ 因为观众给我的信心，因为做善事给我的信心。 Yeah OK 好。为什么同一张口才说爱我，又说要离开我？如果你现在那么肯定，信心百分百的话，告诉我们那4个字。锁定歌词。阿弥陀佛，南无本师。我们的节目不是鬼怪节目啊。OK， 成功5000元。如果不成功，他们也有1000元。五千，
这个五千真难啊。谢谢，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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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终于看到你跳起来，我都很开心了。对，好，谢谢。好，掌声表示。伟廉，小心。等一下。OK OK OK。新加坡只有一个陈伟廉，我们没有来刷的。国皇跌倒，还有另外一个辉哥。伟廉跌倒就没有再一个伟廉了，好不好 ？OK OK。现在不要紧张。OK。继续唱下去。OK。当红榨汁机。OK。蝴蝶 number one， 二选一，挑战10,000元的奖金。这两个其实有蝴蝶，蝴蝶很多首歌都有蝴蝶，从旧到新都有蝴蝶。对，当红榨汁机，榨汁机又刚才已经有古巨基的歌了。对，所以那只鸡已经被抽出来。所以剩下还有什么鸡的？正宗鸡，也有可能。OK， 既然这样，我今天吃不了这个鸡的炸鸡，我就所以你要吞蝴蝶啊？我没有，我试试看，我吃不了，我就偏吃看可不可以过关啊？就选这个当红的这个炸子鸡，对，陈伟廉当红炸子鸡 ，Yeah！ 啊，什么鬼东西？完蛋了！精武门罗志祥2006，完蛋了！东风破周杰伦2004，哇，这个真的是不好意思，这两边的这个没关系，没关系。对，如果你硬闯关不过的话，只剩下1,000元。OK， 那但是我们还有两个资源，就是二人帮还有一送一，因为放弃当然是最好的一个决定。好，我们在这里也要掌声谢谢陈伟廉。对，谢谢。还有何为健、萧煌奇，你只剩下不好意思了。不会，不要讲不好意思，你们已经很厉害。因为很多人上我们这个节目，他们一定要看着歌词，跟着音乐走。对、啊。但今天你们两位，也就是我们的陈伟廉还有萧煌奇，都凭着你们所认识的歌曲，一路的走下去，一路的唱下去。今天能够获得我们的5,000元，真的我们非常的开心。再次的掌声，谢谢他们。谢谢。我们也要谢谢现场的观众朋友以及家庭观众朋友对本节目的支持。记得啦，下个礼拜同一时间锁定8频道，和我们一起不认输，不放弃，我要唱下去。Go！你说留不住你，回去的路有些黑暗，担心让你一个人走。今天的家庭观众 SMS 有奖竞赛得奖者出炉了，恭喜您！如果这样说不出。